绸之路。羊毛围巾，羊毛围巾，最好的围巾。玉石长城，玉石长城，少见呐。快来看一看。抱歉，麻烦让让。哦，好。小朋友想要什么？我要围巾。我帮爸爸要玉石长城。你的玉石长城，你的围巾。这些是桃源城最好的丝绸，送给你。哈哈，让我看一眼。哇哦，真是好丝绸。哈哈，谢谢。带丝绸回家喽。祝你一路顺风。祝你一路顺风。走喽。等等，你带的东西太多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怎么好意思麻烦您呢？嘿嘿，走吧。城主伯伯，我们也想去。快上车。哇！怎么了？前面都是土包，车过不去了。哎，每次都要绕很远的路呢。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有办法了，把桃子车变形成铲车，铲出一条路。我来开车。我也去。我看得远，我来看路。我呢，不给大家添乱。坐稳了。我什么都看不到，真酷呀！铲车真好玩。我的好巴斗，好城主，你们要安全回来啊！路通了，大家上车。巴斗，城主伯伯，来了来了！快来，小文小雨，来啦！出发喽！哇，城主伯伯，你真棒！桃源城有好丝绸，还有勤劳聪明的人，真是好地方。这条路就叫丝绸之路吧。谢谢你们送我回家，祝你们一路顺风。再见。等一下。这幅长城画是我最喜欢的，送给你们。谢谢。妈妈出远门了，祝你一路顺风。